差一点，没有差很多。我开那个失误，可能就是因为我那个失误打输了。每场都有你，同学。有7个新对手来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把你冲洗掉。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里面可以两个同一个技能的哦，这是假的，好猛哦！只要你不轻言放弃，就还能变得更强。所以我们可以打蜥蜴。战斗。我最喜欢乘风破浪。我要半张，我觉得我按下去掉我关注要发火了。真干活，他可能会让局势整个改观哦。哦，哇哦！哦，这场没内鬼。可以耶，那有两只注定是打海盗，有一个鱼人，对，两三个鱼人。新的手下能让你雇佣哦。真行啊，我需要需要合金耶，我需要一个五星或者是六星来决定说我到底要打五。关系了，难免会遇到一些小挫折。
军团会消灭你们。你的表现相当不错，痛。哎呀，没关系了，难免会遇到一些小挫折。可以的话，最好雇佣一个手下。是我的话，我也会选他。可以的话，最好是雇佣一个手下。我想不到怎么打呢，这是问题呢。我觉得你应该会赢哦。你还真行啊。天谴军团会消灭你们。感觉这鱼人很可怕哎，肯定是那一种，哎嘿哎嘿的那一种。啊，果然。OK, nice.就有胜算。你的手下很认真干活哦。可以的话，最好是雇佣一个手下。哇哦，可我拿这个我打不赢鱼人欸。可以的话，最好是雇佣一个手下。
上面两个鱼人呢，打野兽感觉就是输定的那种感觉，除非我拿到两条那个三头蛇，然后两条三头蛇我可能有点胜算。趁胜追击呀、啊，朋友。他玩鱼，重点是他玩鱼。我觉得网炸弹好像也蛮不错的啊。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凑到三个了，这是你的奖励。没拿到毒，还没拿到毒，还没拿到毒的话就可以。哎呀，你要我怎么打嘞，兄弟？怎么讲？我把这张丢掉，我放蛇进去。要不要？我们把这张丢掉，我放蛇进去，好的，好像可以。那我这边不要饼 ，OK， 这边饼。还去了，这些家伙下次还能上场？我也不太喜欢那家伙。喏，哎，这是换来的金币。很可惜的是，这一只没有看到，你知道吗？我整场好像没什么看到这一只。胜对我打鱼人胜算有多高？你的手下很认真干活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来雇佣一名手下吧。所以呢，我胜盾怎样都还是要放着，对不对？来雇佣一名手下吧。你有看到吗？你有看到吗？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要留色圣盾了没？不是说为什么我要放这一个圣盾在那边，是因为我没有圣盾。你看，你们都说我那个胜率非常的低，剩下那两个家伙都是鱼人，你们知道吗？哇，没有毒的鱼人。第一只有毒，第一只100%有毒。所以我才不想把那个圣盾丢掉。你的手下很认真。弟子我是很恐怖，100%、1000%、10000%还有毒。啊哈！变得越来越厉害了。
看来你可以凑到三个哦。他死了，那你？喂，那你？那你？那你？哎？哎？为什么？同学，你为什么暴毙了？同学，为什么你暴毙了？没有，不可能啊！拜托，你办到了！现在啊，你遥遥领先。拜托，我的观众会让我，你们在跟我开玩笑？不对啊，他这种阵容我好像也是赢定的啊！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为什么会自爆啊？哎，不对啊，同学，你要赢了，同学。